咩方法可以吸引到年輕人喺度做 ？Offsite can back 可以咁講話 ，factory 個 production 咧可以幫到一部分生意，跟地盤需要嗰個 batch 先送落去，咁就減少地盤嘅空間，可以用我先送到我哋嗰度。個 safety 會提高啦，咁 productivity 因為我全機去做，仲可以24小時，變咗佢個生產量會快啲，同埋準確性會高啲。我哋就好盡力去推場外開票，呢個都係一個對環境環保有一個好好嘅改善，同埋對嗰個工業意外傷亡咧係有一個好好嘅改善。我哋依家做到嘅可能係講一個 waste 咧，係可以減到大約係3-10%。邊一位同事做屈嘅？邊一位同事去包裝？咁跟住出貨就係單 number 啊，上咗邊架車牌時間咧，由入料去到出貨，我哋都有呢一個系統試行緊。喂，好嘢！攞咗原有嘅 cattle， 咁我哋就會將佢哋分翻類嘅，例如啲陣啊、柱頭啊、樓面啊、framing 啊，我哋就好快咁樣揾到佢呢個位置呢條柱頭嘅資料啦。咁我就可以好快咁樣。將佢由一張 PDF 咧就變成一張 CAD 圖，主流嘅大方向啦 ，3D 刷積嚟緊會係呢個方面嘅，呢個係必然嘅。即係我哋自己刷咗之後咧，咁我哋有陣時都可能會翻對翻啲資料，或者我哋可能打漏咗啲資料。如果你話用一啲 Tesla 啊，或者即係 mix 咗 BIM 嗰個話咧，咁佢就會直接 join 到張開列紙出嚟，咁就可以減少咗呢個錯誤先啦。商會好，聯會好。是不是應該可以想一想跟這個大判建造商會為什麼不全線用 Tesla， 如果我們真的要向這個 BIM MIC 進發，其實應該走向 Tesla 這個方向。我們那些開料的工匠訓練到他們數碼化 BIM Buildable 的 Model 做出來，那我們這個行業就真的進步。